封面上的鞋子是用蛋糕做的，这位作者就是视频中的女孩，火遍全国的面点师莎莎。她就是一个高级魔术师一样，可以把蛋糕做成各种形状，比如鞋子、玉米、包包、婚纱、钢琴等等，都可以做出来。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她做不到的。真是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。由于她的超强的蛋糕技能得到了广大粉丝的喜欢，目前拥有500多万的粉丝，每个月收入都上百万。如果说屏幕前的你也有一技之长，想拥有一部手机创业，不妨来快手试一试。如果跟我一样是一个普通人，没有才艺，没有颜值，那就来快手上拼一把吧。我玩快手的时间也不长，现在也能开直播赚米了。如果你想加入快手，不知道怎么拍作品，不知道怎么如何涨粉，可以尝试着关注我，我会把我所学的涨粉的经验，还有拍作品的方式和技巧全部分享给你，我们一起加油。